早好，晚安。努力成为你最喜欢的那种人，就算不成功，至少你会喜欢这样努力的自己。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，把自己劝明白了，什么事都解决了。把期待降低，把依赖变少，你就会这很更好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想要改变世界，我只有一个小愿望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改变自己。不要在饿的时候进超市，你会因为饿而选择不喜欢的东西。同样的，不要在孤独的时候选择一段感情，你会因为孤独而选择不有爱的人。天空刚下了几场雨，看街上路人不多。现在的你在做什么？还有没有在想我？因为你，我也想成为这样温柔的人。过好了人嫉妒，过差了人瞧不起。沉默又人生中，如果我们只会记住而不会忘记，只会计算而不会放手，只会聪明而不笨拙，只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沉重和烦恼。所有漂亮的结果都是在行动中收获的。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，但你需要开始才能变得厉害。受委屈最多的人，才是对世界最温柔的人，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希望别人要跟他们一样经历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。人生是一场旅行，在凭的不是目的地，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。一个人最好的状态，不指望谁，不太羡慕谁，不嘲笑谁，默默的努力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后来才明白，我需要的不是对象，而是一个精神寄托，愿意听我讲废话，在我委屈的时候陪看我，不分青红皂白偏向我的人。